刚想想开幕在红瑞思源广场，顶楼39楼，你接啊。39楼环境。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想想二号店终于来啦！2022年生日月压轴场就是来到全新开幕的想想新庄红会店。新庄想想12月27号开幕日，来到新庄 i tower 位于最上面的39楼，迎接啊！因为要高楼，要景观。继新意想想之后，想宾集团寻寻觅觅多年，终于拍板二号店插旗新装，进驻红会 i tower 顶楼39楼，环状线新北产业园区，过去那边就是 i tower， 很近，走路5分钟。i tower 也是厉害。开车起来的话，从中央路进来，停在大楼后方新北思源公共停车场。消费1000元可以折抵1小时，超过每半小时也只要10元，很佛心啊。到1楼后再转乘电梯，然后直达39楼报到。门一开，首先就看到这绚丽的迎宾灯墙，真是一贯的想想风啊。报道完成后，穿过暗迷摸的走道到入口处排队。开幕第一天，各家媒体磨刀霍霍，堵麦堵摄影机的好不热闹，这可是餐饮界的一大盛事啊。也太美了，这个环境360度环境，四周都有临窗座位，午餐跟晚餐各有不同的风景。好，谢谢。那帮我们说再帮我啊，全程戴好口罩就好了。然后现在不用手套。不用不用。好的，对，那有需要手套我们还是会有提供。好，对，有。然后路中的就可以用餐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当然先来看菜啦，一样分成8大餐区，其中在中央环绕一周。首先是一入口就看到的寻巧园和风大海啦，超吸睛的生鲜餐台，平日午餐有肉质结实的续蟹，一贯肥厚的淡菜，海瓜子，野生佐渡花蟹，咸甜 Q 弹的大白虾，体型硕大的凤螺，身长超过10公分的软丝，这边一样是对半切开的续蟹，其他开胃小菜，没有什么酒味的美酒啜饮，有香薯泥海鲜，海藻鸡煮鲍鱼，和风鹰雕做风干番茄，鱼子酱鲑鱼慕斯，松露干酱慕斯泡芙，假日会有限定款龙虾泡芙佐海胆酱。接续着是4款不同风味的成品沙拉，熏鸡蜜桃起司沙拉佐油醋酱，香烤牛肉时蔬佐葡萄干酱，熏鲑鱼凯撒沙拉，还有中卷佐凤梨沙沙。这边是萝卜缨、炉烤香料野菇、莫扎瑞拉起司等沙拉配料和多种新鲜有机生菜，各种坚果和沙拉酱汁们，双手都无法环抱的帕马森起司也才刚开挖。这是3杯醋跟5味酱，这一盘都是生鲜，海瓜子、蛋菜、续蟹、软丝、凤螺、大白虾跟佐渡野生佐渡花蟹。嗯，蛋菜。凤螺姜爆出来，我觉得它
比微风的想想给我的感觉还要好，舒服一点，对，一直宽敞，嗯，就是一样，因为它都是这个环状的，那个住在四周才有风景，嗯，这样高景观，但是这个夜景一定很棒。那今天是第一天的观景，大家都特别热情啊，锁度野生花球啊，那山散，好小。这一片寿司这边的 layout 跟续集超像，包含一下取餐人数众多，取餐速度不离啊快的死，师傅切生鱼片的手没停过啊。平日午餐提供了七种生鱼片，除了三宝尾鱼、旗鱼、鲑鱼之外，还有日本青柑、北海道水章鱼、日本黄金鱼和北极贝。至少握寿司四种，有鲑鱼肚、比目鱼鳍边肉、干贝和牛肉，也都是现点现做。哦，39楼高空俯瞰。哦，这是炙烧牛肉，炙烧比目鱼鳍边，上面有鱼子酱哎，炙烧鲑鱼肚跟炙烧干贝。OK， 还好饭都小小的。对 ，perfect， 一人一个。好，那我想吃鲑鱼肚。那我吃干贝。好，好香哦，这个炙烧过的味道，还好一坨饭分量不会很多，香哦，嗯，好香哦，至少也不会炙烧得很过头。哎，我喜欢这个醋饭，很清爽，嗯，炙烧比目鱼鳍边，哦，好香哦。那我吃最后牛肉。那上面的那个荆棘也好香哦，有鸡味。你说比目鱼鳍边的那个荆棘吗？嗯，牛肉也很香，牛肉很香，赞。看这个鲑鱼肚切得好大片啊。哦，这个有诚意，对不对？嗯，这鲑鱼肚美，加点瓦萨比，它瓦萨比也很好吃。嗯，它瓦萨比好吃，加点酱油。哇哦，嗯，这鱼切的真的超有诚意，这样才真的有口感啊。青柑也切得很大块，嗯，刚青柑已经拿完了，嗯，拿完了，嗯，拿完了，看来吃过了很多，嗯，我也想剖一片鲑鱼肚，哇，哇哦，哇，鲑鱼最香甜的地方就在这里了，嗯，好喝，嗯，你看还有鲑鱼卵呢，这是青柑跟水章鱼，水章鱼上面还有一点鲑鱼卵。嗯，青柑，这晚上的夜景也很棒，还可以拍车流。这边临河真美，又看到新北大桥。39楼环境一望无际。再过来是各种现捏好的握寿司，不用的开背的是红虾握寿司，两只一起的是甜虾握寿司。鲑鱼、尾鱼、旗鱼握寿司、松露牛肉杯寿司和志明太子墨鱼杯寿司，各种豆皮寿司、海苔寿司、龙虾沙拉寿司、鳗鱼加州卷、鲑鱼亲子加州卷、烟熏牛肉寿司和玉子烧寿司、花寿司等等，相当缤纷丰盛啊。再过来是手卷，四种自选，一样现点现做。一个鲑鱼亲子可以标饭吗？标饭吗？嗯，谢谢。稍等一下哦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不加饭的鲑鱼亲子手卷。你特地跟他讲不要加饭？就跟他说我不想，我不要饭。他说 OK。里面都是鲑鱼卵，嗯，看里面满满的鲑鱼卵，它的风味没酒，鸡煮鲍鱼跟鱼子酱，熏鲑鱼煮慕斯，鱼子酱煮熏鲑鱼慕斯。一个女生的师傅还特地来跟我们介绍说，这是他们新推出的新增的一个菜色，嗯，很好吃哎，还有鸡煮鲍鱼，山药细丝，这海报，这个海报来 OK 的啊。这个还水分有调味哦，这个有
结合铁板料理跟现切肉坛的大块地，有烧烤猪肋排以及现切炉烤乐野牛排。阿妹你好，牛排乐排，深一点，深一点的，谢谢。鸡红蛋白，我学到哦。啊，这肉色真美。那你去一些油掉哦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阿妹啊，我等下玫瑰也可以使用，就用它以后啊。假日还加码新庄限定的脆皮猪肉卷，配菜松露薯泥，记得也要挖一点。对，这肉真美。我来。你要淋在哪儿？肉上，不用太多，些许一个。你好。紫韵浪漫，哎，美败。味道很甜，它味道比较重一点，比较适合搭牛排哦。嗯，它这个肉还可以再深一点，我觉得可以再深一点。嗯，松露薯泥很够味。大块地餐台还有鲑鱼软蒸蛋、海胆酱海鲜炖饭、乌鱼子海鲜墨鱼面、石螺白酒蛋菜、香料奶油烤鲜虾、地中海香料海鲜。松露野菇鸡排，超夯的铁板料理区，高温直火对决，蛋白质经过美娜反应后，香气四溢，都是脂味啊！平日午餐有牛小排、羊煎排、鸡腿和炒虾，一次现取两种。你好，羊小排。我需要羊排炒虾，不用等哦。跟牛小排。牛小排，我们稍后一下可以吗？那这个不是吗？我这边有一份，有需要吗 ？OK 啊，那就一虾牛。感谢。请问假日会有不一样吗？会，我们假日会有其他假日限定的餐点。像是？像是呢，我们的脆皮猪肉卷。哦，脆皮猪肉卷，罗马猪肉卷。我们新鲜那里。OK。会有干贝吗？干贝的话，假日有。晚餐？是的。谢谢。跟心里想想一样，晚餐跟假日还会加码煎干贝。又被抓去访问了。这又是哪一台呢 ？It's you, always you。然后我现在心里跟这家，我选哪一家？我说我会选这个，因为它更宽敞。当然会推荐这家，但是你要能订到位啊。它有些假日限定的菜色，假日会有那个脆皮猪肉卷，然后晚餐会有干贝。哇，这个熟度哇嘎！外焦。内软嫩，炒虾，哇，这个铁板师傅在跟作画一样。这师傅很活泼哎。哎，对，这师傅很活泼，真的很乐意跟你讲解这个菜。为什么这餐具看起来这么斑驳呢？羊排拿起来啃一啃，羊排看起来很 Q 很嫩，然后没有腥味，好吃。再来现煮热腾腾的锅物区和澎湖，有舒芙蕾海鲜汤和螺旋酥皮玉米浓汤。在炙热的保温灯下，拿到座位区都还在冒烟呢。快速炉上正在烹煮的是抢手的鲍鱼海鲜粥。啊，不是整块，会切小块，加料自己来，有自制的 XO 酱。先煮汤瓶，左边是蛤蜊汤，右边是石斑鱼味增汤和现冲牛肉汤。这边还有白兰地火焰虾，不相信一想想是大锅翻炒，这边小锅炝锅一样锅气十足。你要叫鲍鱼粥吗？好，稍等一下哦。谢谢。鲍鱼粥，鲍鱼在哪里？哦，这边看到了。至秋有各种蒸物、煮物、洋物和烤物，大蒸箱里是台湾月光米，盖子打开还有鳗鱼盖饭，另一侧是和风银杏土瓶蒸，和风漆器是装饰用的，不能打开哦。洋物区有着各种炸蔬菜的季节野菜盛和，樱花虾薯饼、太刀鱼唐羊、大夏天腐乳、鸡肉唐羊和酥炸鲜虾可乐饼，秒杀款杏仁虾天妇罗师傅正在加紧脚步出菜中。
名义轻薄，口感酥脆的炸物们有热气蒸腾的天妇罗酱汁可以搭配，加点萝卜泥就很清爽，或是来点不一样的塔塔酱也很不赖。来喽来喽，杏仁虾上菜喽！进入烤屋区，台上一字排开的是响兵的招牌紫烧香鱼，烤台上是新菜酱香牛筋串烧，其他烤物还有盐烤白虾、盐烤青鱼、伊比利猪肋条、盐烤玉米笋和盐烤杏鲍菇。已经被夹光光的烤牛筋好嫩好好味啊，接着是辣味增鸡腿肉和盐烤鱼下巴，跪下谢谢。三位，好的，先上第一题，因为它是先烤先做的，然后如果点然后再吃，我们就问这个再加点。OK， 帮你拿了香鱼。哦，谢谢你。刚从火炉上拿起来的。我先吃香鱼，醇熏绝世，好像是。柠檬感挤上气。其实我意思是说，这个舒芙蕾可以不要那么早上拿第二批。你刚问他没有没有，他以为我们还要再吃。我说正常，正好的香鱼真香。我猜应该也是假日才有那个爆卵香鱼。哇，你这个好烫哦，烫得到冒烟哎。嗯，你好像猫哦。我是海鲜派，真的。老白是肉肉派，老白是肉肉派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吃buffet最好？嗯，大家去拿自己喜欢的就好了。对，你也不用配合我，多好，对不对？还有威士忌陪茶，然后柠檬汁跟一点点的苹果苏打，所以喝到后面会有苹果的香气，还有很适合配海鲜。那威士忌很淡，嗯，很淡，它酒都只加很少，鸡酒都一点点而已。嗯、啊，送来舒芙蕾就先吃了，不然等下就塌喽。现烤舒芙蕾，好可爱啊！嗨泥包，土瓶真的小鲍鱼，好吃，舒芙蕾好吃，真的，嗯，好吃。嗯，很棒，真的吗？很湿润，对，这个刚刚好蛮好吃。运用青花瓷做成壁式的金身是中式料理和港点门，小小蒸笼里有这些就不一一打开啦。啊，这边跟取餐路线冲突了，从另一边绕过来。烧鹅五吃之一的金山烧鹅炒饭，米汁浙香排骨，酸汤龙虎斑鱼，镇香松板猪水莲，歌乐山辣子鸡，瑶柱上汤娃娃菜，烧鹅五吃之二的橙黄鹅肝牛肉粒，生菜虾松，胡椒猪肚鸡汤，第三吃山珍海味炖鹅粥，再来是潮州卤水，第四吃脆皮鹅握寿司和烧鹅握寿司，现点现炙烧，以及第五吃片皮鹅卷饼。好，很好吃哦，谢谢。刚刚跟师傅说，我想要脆一点，皮多一点的，结果呢，他好像误会了我的意思。装太多菜包不起来，跟我说不好意思，有点饱满哦，然后小心拿。可我的片皮鹅塞满了肉肉，包不起来了。哎呀，谢谢师傅的厚爱。哇，好吃！另外一个也稍稍饱满，松板猪蒜炒水莲。哎，松板猪都被别人拿光了，我只有水莲。嗯，松板猪蒜炒水莲很好吃。饮品区长饮川，小冰箱里有碳酸饮料。线条果汁，跟竹北续集一样的职人现煮咖啡有多款可以点选。低酒精浓度的鸡尾酒三款，调酒师还会提供佐餐建议，冰饮、热饮通通都跟吧台点。啤酒，心意想想是海尼根，这边跟续集一样是麒麟的生啤酒。中岛高空酒吧很抢眼，晚餐时段应该别有另一番风味。不想等咖啡慢慢煮的，这边也有一台咖啡机自己煮。
热茶是响冰自家茶包，跟寿星里是一样的。鸡尾酒有三种：金灿夜空、醇醺爵士跟紫韵浪漫。鸡酒各不同。上一个店员跟我说紫韵浪漫很搭的牛排，然后上一个店员跟我说醇醺爵士很适合配海鲜。那我鸡酒得要喝什么呢？一个金灿夜空跟一个醇醺爵士。忙起来了，忙了忙了，没空。哦，好漂亮哦！就真的有金灿夜空的感觉。然后刚好在长影川。三款调酒变小杯了，比较友善一点。水果呢？甜甜甜甜区，叠放整齐的六款水果。然后这里也有蜂巢蜂蜜。冰淇淋是哈根达斯的，有八种口味，还有椰蛋限定的红丝绒起司蛋糕口味，各式糖果。荆棘和樱桃口味的法式软糖，黑醋栗草莓塔，抹茶闪电泡芙，新装限定午餐限定的日光水性旋饼，晚餐是星光水性旋饼，里头是食用花哦，红心芭乐和凤梨口味的马卡龙，草莓起司蛋糕，焦糖花生蛋糕和柠檬塔。差点漏了上牌，还有由左而右分别是焦糖苹果巴斯克、焦香浓情巧克力和法式焦糖布雷、波尔多可丽露、荔枝柠檬和草莓口味的巧克力棒棒糖。上层是香草凤梨奶酪，以石门老梅绿石潮为发想的奇遇抹茶塔也是新装限定。然后从上而下一序是经典巧克力覆盆子提拉米苏、沉香焦糖巧克力慕斯，还有白雪乳酪蛋糕。这就忘记他们的名字哎、哦！真棒！哐哐哐哐哐！这是它的水性旋饼，是用可食用花做的水性旋饼。端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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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呢，一般的水性玄米都没有味道，有它有淡淡的味道，是真的花，哦，它是真的花，嗯，有一股草味，好吃，可丽露，哦，相当脆哦，外面，啊，哦，快脆嫩湿软，嗯嗯，糖糖糖，柠檬塔，黑醋栗草莓塔，抹茶塔。这抹茶好浓，生巧克力。小姐姐你好忙哦，小姐姐。巧克力慕斯，哦，讲起来我要拿什么？要拿什么？蜂巢，跟竹北续集的一样。跟竹北续集同一台咖啡机。嗯，同一台咖啡机，很香。新装想想，独占顶楼整层，占地370平，座位数略多于信义店，但空间配置更宽敞。此外，沿着360度环景窗台设置，每个位置都能看到无敌景观。但就是取完全部餐点，也得绕着环状餐台一圈了。滑雪彩蛋，至少握寿司三点一套比较翻。趁着餐期接近尾声，至少握寿司区没人排队时，问了问师傅，也能不要出饭，只要料哦。但万一人多时，也别为难师傅，单独取料真的有点费时。这个是葱，对，葱，荆棘和橘子酱，洋葱碎跟紫苏叶丝，谢谢。好了，今天的吃到饱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回见 ，See you。